小贼揪出来。刚刚在这里的是不是就是他们？对，就他们。榴莲，重口味的东西，只要我闻一下他们的嘴，我就知道结果了。大葱味儿，几天没刷牙了。大蒜味儿，韭菜味儿，闻出来了没有？都是重口味儿，那就是没有榴莲味儿。那怎么办啊？这个小贼真狡猾，嘴巴里没味道，他吃进肚子里了，有些地方也一定有味道。所以真相只有一个，是我吃了。一个人。